啊，今天这么烦。迟到5分钟，还扣工资？哪有工资啊？扣工资？我们没有工资。哪有工资？来吧，开始吧。上来直接开始搞台本是吧？啊，那聊一会儿也行，啊哈。聊一会儿，唠一会儿，唠一会台本也没几页嘛，咱们唠一会儿。我今天还看说你之前打过斯诺克，我咋不知道？真的假的？你再好好说，我拍那2张照片是咱俩在打。斯诺克吧？我说我发那个照片是咱俩打球拍的。啊啊，那是咱俩一起打的吗？对啊。嗷嗷被你虐。哎，术业有专攻嘛。怎么还有？哦，我们今天由是今说一下，晚播出的17、18集，我们组成了追爱大联盟，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学，追爱界的卧龙凤雏。是的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新奇又来了。卡不卡？网络良好啊！今天和新奇和陈家俊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追爱大联盟。日常，我们最爱大联盟的日常。好，那既然陈家俊伯也来了，那追爱大联盟就集结成功。弹幕一般的，你说话呀，冷场了，啊，冷场了。我也不擅长啊，Q 一 Q，那我们就唠嗑也行，唠 嗑也行，唠嗑吧，唠会儿。唠，你啥时候回来呢？今天早上。早上一大早，高铁。明天扫楼啊！哎，明天是几点开始？明天我要下午。2点。你穿啥呀？我哎，订了哪套？蓝色的一套休闲西服，蓝色，蓝色的一行，套。我等等也得试衣服，我看看穿啥。我就是刚才试衣服试的，稍微迟到了一会儿。哎，网络差吗？你们，不差呀，咱俩不挺好的吗？我这边网络差，你们别都看了一个直播，你把那个网全占了，总共就一个 WiFi，人手一个手机在那全盯着。不卡，扫楼。他们说你穿粉色显黑，宝藏。可能今天色号用的不太对吧，本来也就晒黑了，王哥已经黑了。啥？脖子是阴影，好不好？阴影。然后他们说你色差呀，这光的角度不一样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咱俩好像都挺黑的，我记得。反正我是真黑，我也真黑其实我单看我觉得我还行，但跟王哦。嗯，姐那个手艺放在一块儿，就色差就上来了。就一言难尽了就。他们说咱俩玩尬的，不是我俩，咱俩这个。他俩没有李川在，不就更尬吗？
我也不知道今天怎么莫名其妙斯诺克又被拉出来了。挺好的呀，这个不挺好的吗？而且你本来打的就好呀，之前跟你打，我几乎是五把输一把吧。对你五把输一把。那不，五把赢一把，搞错了，搞错了。怎么这屏幕变？下回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50把、50把赢1把。我前几天不还跟天哥去录了一个那个桌球的 vlog，我们当时还聊到你了，说他也说你当时打老猛了。哎，你俩什么时候见？我俩前段时间吧，昨天也见了天哥。敢跟我充电器？我怎么屏幕一下变暗了？今天王姐休息，就我和孩子，我们来给今天的更新顶一这顶。个预热，哎，太亮了，眼睛受不了。对啊，明天哪是王姐？明天是我们一起去一扫起扫楼，对。明天好像在总部吧？我今天问了一下，哦，在总在老楼。部。嗯。我还没去过呢，巨远，嗯，北四环、北三环中间。说实话，扫楼该做啥呀？我不知道他们明天内容是啥，他们说做棉花糖做棉花糖啊？啊。正常是给工作人员发放一些吃的喝的下午茶，就绕一绕，对，走一走。然后大家一块儿打打招呼，拍拍照。那个点映会又该做啥呀？我也没去过。他说我们两个现在追到多少级了？我上次是追到16级。这也跟到16级啊，也就。因为我上次是陪看嘛，说我们两个二搭想演什么剧？哎，这还真没考虑过。我还没想过，你有想，你想想呗，咱俩二搭呀，咱俩二搭。咱俩去演警匪片吧，咱俩二搭，对，我刚刚也是说搞个对警吧？匪片，警匪片，大漏勺是啥意思啊？说我们是大漏勺。大陆潮上次刚学的，什么意思？上次刚学的，就是提前剧透，我们也没剧透啊，剧透啥了？剧透了明天扫楼内容。没关系。警匪片，哎，你演警察，我演反派。那我觉得还是我演反派可能更反一点。我也想搞 PP 的嘞，坏人就可以 PP 的嘞，弟弟的留嘞。个胡子。要不一起演坏人？什么东西？一起演坏一人，起演坏人，一起演可以，坏人。可以。不是，你是从警察做到坏人，就是，啊呸。不是，你是，咱俩都演坏人，没，现在演坏人还早呢，过几年了再。嗯，汪汪没队事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汪汪队那个是什么东西哎，我看到你们那个汪汪队的图贼像，啊？啊？汪汪队，哎，怎么又有人送礼物？不要送礼物，不要送礼物。汪汪队就是我们群里发那个狗的那个是吧？嗯嗯嗯，
你们一那家个不人这。是一个什么，好像是个奶酪棒是吧？是不是奶酪棒？不是吧？动漫。是个动漫。啊，是个动漫啊。对啊。那他们发群里那个图不是怎么好像有个包装袋他的？是截把你跟那个汪汪队那个阿奇吧，好像是就是拼在一起。啊，动画片，动画片。我还看了就是你跟王姐他们拼的那个，真的很像。啊，他说奶正酪，主他说你奶酪想。棒是联名，因为我不用打这个灯了，难受死了。你这半边有光了，不用打了。我俩是来搞笑的。咱俩说点话。我在看弹幕。我看弹幕，我跟不上。咱们明天扫楼的时候去提一下断更这个事儿呗。你提啥呀？后天就超点了，还。哦，那也是。后天就超点了，一口气就能干完了。啊？没有公布10号是超点吗？没公布吗？对啊，10号没就是公布啊？超不是已经公布了9号扫楼，10号。到底 OK，我们不啊？闭麦，闭麦，闭麦，闭麦。哎，没事，后天你们也都知道了，无所谓。没，我们就是提前给你们说说。对，10号我们点映礼啊，10号我们点映礼。那个是都能来吗？还是啥呀？西装，我今天试了好几套西装了。那天导演会去吗？导演去吗？丁导去吗？导演好像在上海。我俩真的，姐。打把 PK，我真的会接。什么 PK，B-box 啊？你会 B-box 啊？谁？我不会，那他们为什么 Q B-box 啊？不会。我以前会那个眉毛舞呢。你以前有听过那个，看过那个眉毛舞吗？曾小贤的。哪个？曾小贤，来一个？哎别，现在都挡住了，有啥好看的？我看得见。算了算了。他们是要你 B-boss，不是我。怎么会 B-box 舞？我嘴那么笨。这个怎么我们也聊聊聊？不能，对吧？说我们是大漏勺，也不能这个台本上这个我们那个大漏勺漏说出东西比台本精彩。那个。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他有个那个点，就是新奇和陈家俊谁是理想男友？就辩论赛是吧？你是想说这个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是不同阶段需求不同吧，就是假如说我二十一二，我如果是女生，我谈恋爱，我可能想和陈家俊谈。我还以为你会说新奇呢。我谈恋爱也不会喜欢新奇。其实我刚看完台本，我都不想辩论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的就是，确实是新奇比较有魅力一点，我都懒得跟你掰扯。
但是就是不同年龄段嘛。那确实，你看新奇又有霸总，我远了，我看不到字弹幕，烦死。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选新奇。王哥不进是王哥也我看剁了手。你又看花了。你是那个灯太亮了吧，亮眼睛。不是盯那个小字看，然后他啪啪啪啪不停的跳。什么玩意？什么带老花镜啊？什么时候我带老花镜？带老花镜玉天龙吗？我那天跟王姐，我们俩玩了10分钟成语接龙。你都玩过了，咱们换一个吧。那玩什么？玩什么？其实我们应该一起一块玩一盘那个双身份，啊啊！就很精彩。我们当时就是经常一起玩那个双身份，挺好玩的。相当精彩。还有，我们不还玩那个阿瓦隆吗？阿瓦隆好像没怎么玩吧？没有，先是阿瓦隆，后面才到双身份。哦，阿瓦隆玩腻了，我们才玩的双身份。就我们那个，双身份狼人杀，双身份杀人游戏，双身份杀人游戏，就一个人有两个身份。就类似于狼人杀，只是你有两个身份。咱俩玩点啥？想想。要不唱歌接龙？唱歌接龙，算了，我唱歌不行，这个有点太为难我了。也为难我自己了。男人何苦为难男人？哎呀啊！我卡不卡？为什么他们有人说我二级王？在小小的花园里，挖呀挖呀挖！下一句是啥？小小的花园里吧。种小小的种子，等它开大大，开小小的花。太小小的，这个好火，最近。我被洗脑了，我上厕所都在自己在那念这个。你上厕所那应该改词了。改什么词？算了。哎，尬的我都出汗了。他们说王姐在看直播，是吗？现在王姐肯定在看，真假的？王姐100%在看，她不可能没在看。磕到了啊！他是来看你的。看看王姐有没有连线好吧？没有。你可以让他连麦。王姐可能躺在床上，就是满连麦不头连发可能。不开视频嘛，连麦。他们说王姐在啊。说是他在来看了。哦，她是在。啊，对，在。王姐，要不说两句？要不要开麦？可以不用开不视频。开？他退了。你看这个人，他退了，瞬真间退了。秒退。
没有啊，我这还在啊。他秒退，不在他又了。来了。他开了个匿名嘉宾进来了。你这都看得见？没有，他有几个匿名嘉宾吗？哦哦哦。半个小时。你怎么能把这个感觉？打两想说的东西都是上不了台面的。是的。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？当时我们在组里发生的事情吗？其实啊，我们组里发生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举个例子，举个例子就是周医生跳起来，狼人式发言。啊，对，他是那种直接急了，我记得是吧？面红耳赤。嗯，而且虽然急眼了，但还字正腔圆。它上面有个问题，说除了自己现在的角色，最想演剧中的哪个角色？你先说吧。我觉得我要演丁乙峰，一定演得比丁乙峰更有。我想演，其实想演陈启让跟金奇。这两个不一样啊，怎么会两个都想演啊？那都想演。他们说我想演哈迪，我跟你说哈迪这个角色老有意思了。啊，是，哈迪当时老逗了。别叫老公了，哪有老公啊？你们谁跟我有证啊？还老公喊？谁跟我有证？拍出来看看。咱俩数七，数七，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、七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五、十六、十八。十九、二十，21、二，23，二等四，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二一，你为什么能接着念呢？你，二一，你刚拍了呀？我没拍，我念出来了。你拍了，你看回放去，等会儿。没有，我是念出来了。啊，你念出来了。嗯，惩罚是啥呀？惩罚。惩罚，五个灯节，你五个问我个蹲问题，起，啊，你问我个问题啊？五个蹲起，哦，五个蹲起，你是不是五个蹲打过起，PK 呀、真的五个蹲起啊？别了吧。那真心话也没什么好问你的呀。英话，我问你一个好吧 就是你后面接戏了没啊？说实话，到现在还没定。那你最想接哪个类型的角色？但是下一把输的游戏了，啊？那是下一个问题了。来吧，换个那换个游戏两个问题了啊。啊，玩那个柳树吧，一棵柳树扭一扭，一扭对，啊，从几开始啊？你定啊，打把匹配，他们说怎么打匹配？上号，上号，上号。你说那个
那么摆的吗？哦，你看他们台本上都写了。写啥了？台本上都写了，那个 Q 一下大结局点映，没有大落少，没有大落少。我们啊，断对。更是很痛苦，所以我们后天就是10号，我们就会有这个超点。点映礼，点映礼，点映礼包。嗯，那我们继续，因为我刚刚看到有说玩柳树，玩不？可以啊，你先呗。六棵柳树，扭六扭，7棵柳树扭7扭，八棵柳树扭八扭，9棵柳树扭9扭，10棵柳树扭十扭，11棵柳树扭11扭，12棵柳树扭十二扭。13棵柳树扭13扭，14棵柳树扭14扭，15棵柳树扭15扭，16棵柳树扭16扭，17棵柳树扭17扭。18棵柳树扭18扭，19棵柳树扭19扭，二十棵柳树扭20棵牛。败了败了！回答我上一个问题，想演什么类型？最想就是想，就是我，其实。蛮想演，想演的挺多，因为我还没有演过校园剧，校园剧我也想演，然后痞坏的那种也想演，还是先演校园剧吧。没演过，说实话，我也挺想想，演校园剧。也不是说想演校园剧吧，就是履历表里面，是想要有一部的，对，我觉得得有一部校园剧，再不演，好像后面真没机会演了。是的，等以后再就更难接了。你以前演过校园剧吗？没有啊，我要演过就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。就没演过就会有执念，对吧？执念，我也还好，也还好。王哥演坏蛋，等过几年再演吧，过几年再演坏蛋吧。你下部戏接了吗？谋啊！联盟啊！哎呀，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打的那个赌？你到现在也没去。那这不是你改是成不咱们戏播了吗？是？那你是不是得喊我什么了？我还有截图为证呢。我也有截图为证的，而且我当时我，你我当时截得哦，不很是，清楚的。你你当说时不我是没说，有去，你就喊我。你要是没去，你对要啊，是没有去，你喊我，我发，你不要不要是，我发给你看看你那个截图？我说的是，我记得很，我还去看了。你说的是，我有，说的是，你要是你还撤杀回，青之重新后，又发了一次。我给你复述一遍，你说的是。杀青之后没有立马去那个地方，你喊我，你要是立马去了，我喊你。但是。是，本来我们想要赌的是这个，但是问题是，你立 flag 的时候，你立反掉了。我立反了吗？不可能，你立的是，不可能。我如果没有马上去，你叫我；如果我不去，也是你叫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所以我说我有你截图嘛。我等等看一下，怪不得，我不信。要不我这么有耻。我现在想搞，要不这么搞我，得我好想先退出去看。对，我也想退出去发给你看，服兵役啊，我。刚服完兵役回来还服兵役，缓一缓，你那个拍了多久啊？哇，好像很久啊。那个有点久的，
110几天。挺好的。何止是，哎，你们看到的地方其实还好的，你们有一些腿啊、脚啊，你们看不到的地方，那晒的真的是自己都觉得过分，白不回来了，已经白不回来了。有被炸伤过吗？还好我们整体还是很平安的杀青了，全组几乎没有什么，有两那个就行。武行兄弟当时受伤了是吗？有摔伤，有一些摔伤，但是不是很严重。那就行。什么不涂防晒啊？他们就是觉得我太白了，还要把我画画黑，然后画黑之后，后面发现就是洗也洗不掉，原来是真的黑了就但凡裸露在外面皮肤的地方都要画黑，然后每次回去刚开始还能洗下来一堆粉底液，后来就是完全不用洗，它就是那个颜色了已经。小海，哎，你热不热？你想干什么？我里面不热，不热，不热。我有点热。那你脱啊？你脱一外套，我就脱外套。我俩约个台球，我俩约台球，没意思。真没意思，完全单方面我被虐，想赌点啥吧都赌不了。眼睛都酸，你看，哦，就是意思是你歇会儿，我帮你营业是吗？好你回复一下弹幕，，OK。我躺会儿。他们问你会打篮球，会打篮球吗？篮球初中的时候打的比较多，初中其实我初中时候打的还真的挺多的。那哪天可以约个篮球倒是。但是，初中毕业之后打的就少初中的时候，我经常有时候晚上打到体育馆关门，回家洗澡的时候睡觉，在浴室里还睡着过，浴室里睡着过。就洗澡嘛，冲嘛，冲的时候冲睡着了就。你也是离谱。他们说你衣服一脱立马变白。你看吧，那就是可能有一些反差吧。打什么匹配？打王者匹配啊？没手机打嘞。没手机打哎。王哥喝的茶，乌龙茶。什么段位？怎么打王者还问段位的？他们现在打王者还问段位吗？需要问吗？这打不上王者还打王者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没意思。喊不得，喊不得，喊什么？喊不得，喊不得，喊不得。大王者，咋了？真打呀？别吧，别吧。我能讲吗？不是，因为我的化妆师，他把打手王机者，给你了是吗？他打王者特别激动。有一次，我们就是换机位休息的时候嘛。然后我中间空了几场戏，我就躺着睡着了。睡着之后，然后我就听见旁边有人在呼哧呼哧喘气的，然后我就醒了，
写了一看，大哥在旁边打王，打得特别兴奋紧张。然后我就说：“你在打世界赛吗？是在打职业比赛吗？”然后每次后来，我就听到旁边有人在呼哧呼哧喘气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在打王者。他是段位很高是吧？多少？50个星。然后他打得比较激动的时候，人还带着走。就可能他本来是坐着打，突然就跑到那边去打去，然后把充电器全部啪一把全部撂掉。蛮顶的。我倒是有见过那种玩那个赛车游戏，这样子跟着扭的那种。哎，这个是有吗？可能小幅度的一些扭动，对对对，突然间起身就扭到那去了。阿奇，好久没打了，掉下来了。来，我被 Q 到要玩游戏，给你猜成语，猜成语，你做我猜是吗？不是，你看第一个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这个有镜像。我把镜像开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镜像怎么开？镜像在设置吧，设置。对啊，就那个最中间三个点那里，最中间三个点那里。三个点我点开没有哎。有啊，第一行，第二行第三个最中间的翻转边上，美颜翻转镜像，看我到了？这真没有，我看了没有，它突然没有了。你可能没有。哎，你别动，我是不是在我这设置？哎，这是设置我的呀。那怎么？我把这个调一下。哎，手机调静下，他们都把答案念出来了，我的妈耶！啊，插翅难逃，是这个吗？不好吧？你想一个吧。王哥的粤语挺好的，我听过王哥唱过粤语，胡说八道。比我强，比我一个在广东长大的强。来，第一个。龙 OK 男的，哎，是两个成语吗？这是，对，你就先猜第一个。第一个是龙吗？是呀，第四个是啊，不不，第四个是龙，我们是翻转了。龙。哦，你已经反转了，我看到了。OK 男，叶公好龙。你是不是看评论了？没有，狗看你了，看，耳片啊。二胡，OK，下第二个。第二个九滴，杯水车薪。不好玩。狗看评论了，啊、哦！不，我没看评论，我没看评论。我要是看评论了，我是狗。自爆了是吧？考研顺利，考研顺利。大哥，你在那干嘛呀？啊，在那干嘛去啊？吃饭去啊？等会儿回家追剧啊，好会，回家追剧啊。
好会，要不你来找我，咱俩一块追。我等他搞衣服，啊？晚上还要翻牌呢。翻牌你翻牌不是拿手机翻吗？那是了，那你在我家不也能翻吗？那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今天是不是已经更新了？更新了吗？不是6点更吗？他有时候会提前的，提前更的。毕业快乐！今天是 NBA 总决赛吗？我说实话，我跟我好多哥们儿都讲，我到现在没有看过一场完整的，就从开赛到到，上一场完整的 NBA 比赛，没我看过，看了3节，因为啊，那时做，候还在电视上看，啊，那时候在电视上看，然后中间要等广告，等一大堆，最多可能看了3节，或者从有时候第二节进去看完4节。我追的最凶的一次是热火三巨头的时候。陈总，哎，浩哥来了。浩哥也是看热闹来的，他不上浩哥要不要连个麦？唠几句，浩哥。浩哥不连麦。祝你考下护士证，祝你考下护士证。别喊老公，别喊什么五月男友的，这没证没证。马姐也来了，她们说。没看到。刚刚摘下来，刚刚试衣服啊，摘下来，干嘛要摘啊？漏吗？不是我刚试衣服的时候换配饰，然后搭的时候摘下来，在边上啊，穿。过来，注意。我看你那个后面拉了一个线是什么东西没拉线，没有线，啊？哦，不，我说那个带的那个东西。没有拉线。哦，没有了，哦，那收紧的。对，收紧。是不小蛮，我跟王哥是同款，类蛮像的。不同款吧？不对，就类似嘛。同款就不对了啊！那不可能同同款的款就啊。不对了啊！你又不是没见过，你上次不是还看了一下吗？对，我前天在我一个姐那儿见了一个，她也自己带着一个好珠子，他几眼啊？也是三眼的，三眼。哦，那你那个。当时原本之前那个碎了之后没有不好吧？就不是说碎了是挡灾嘛？哦，不是说碎了是挡灾嘛？那至于挡的是什么灾，咱也不知道啊。签名照不是剧方都会有活动安排给大家嘛？我们签了好多呢。签了蛮多。对啊，你们按照剧方的这个步骤，
适合现代古装。哎，你拍过古装吗？所以我今年 KPI 就是想拍一部古装，校园也行，校园古装，校园古装。啊，不，校园和古装。哦，他们说已经更新了。那我们去追剧吧。不，还没到点儿，没到点儿，坚持9分钟。应该是15分钟吧。什么15分钟？不是，不我是。们不是晚了5分钟吗？哦，6点。说实话，就是今天更新的，好像就是咱们两个的陈家俊和新奇的这个追爱多一点。是的，嗯，漏什么要说什么？不说了，大家今天晚上是吧？随随便便过个3万，然后明天就扎小辫了。我明天扎辫子去扫楼。还得是你，对吧？6点更新，已经更了。一定哦，可以，就喜欢他不准时。Hardy 来啦！哈迪，我下午发群里那照片是不是气质来了？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他来了。这几天我们群里挺热闹啊。拍个打台球视频，我拍好多打台球视频了。打台球真的很难拍得很热血。那确实。对，他太安静。嗯。5月14有人过生日，生日快乐！你说的我好像我以为今天是5月14号，我还在反省一下。去探班？什么探班？我们哪天约个篮球吧，你我，天哥，打不过他，完全打不过，跳起来打他膝盖，完全打不过他。我跟他在常州打过，在常州时候我们打过，我们当时打4打4打4，然后，不过也说实话，白瞎了他这身高，再说，啊，咋了？有点浪费。他不会终于跟回来了，谁？李川儿，啊，川哥啊。这个专业 MC 他不上来帮帮我们，哎，算了，到点了，快！感谢周医生送来的绝绝子，刷礼物台，哎。感谢周无忌送的烟花。啊，不是，你们不用刷礼物啊，不要刷礼物。嗯，不要浪费钱。川哥送了个么么哒，么么哒。李川，你微博里是充了多少钱啊？
川哥来了，那我必须得给你们提一句，当时川哥手把手教我们变魔术，还记哦，得吧？我想起川来，哥的魔术那可是，相当厉害。到位，特别到位。你们可以去问一下川哥，他变了啥魔术，对，你们可以把我问们问他。整组人都震惊到。我当时看到他那个魔术的时候，我都呆了。是他变得出来川疯狂在刷，行了行了，别讲了别讲了。行，川哥不 Q 你了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。卖糖葫芦的是我，我刚念大学的时候。我还看到了那个你那个报，那个是好像当时我们做片段练习，做片段练习，然后主要你那个衣服还短，你知道吗？那也不是艺考生当时标准穿搭吧，嗯，平底裤、马丁靴配上黑 T 恤。有那味儿了啊！当时看到那照片，最好笑的是，啊，算了，没事，晚上。最好笑的是，我看到你那个，那要个，说吗？那你个。那个，我们当时群里讨论的舞蹈。闭嘴！太好笑了。闭嘴！跟我，咱俩就真的，一模一样。挺反复的，马上变脸。没关系，我跳的比你还差，不可能，真的，咱俩就是大哥跟二但哥。其实我当时刚念大学的时候，我形体老师就说我四肢不协调，我说我四肢挺协调的。然后他说：“你做几个动作。”然后我就被他折服了。然后就逼你跳了。差不多到点了，大家就可以去腾。该吃饭的吃饭，该追剧的追剧，那然个后，外卖都点好了吧，是吧？这个喝的东西从冰箱里拉出来了吧？然后电视打开了吧？腾讯视频打开 iPad 手机应该架好了吧？对吧？差不多可以点进17集的这个新更新的内容了。嘿呀！感谢周如寄一生的这个认同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呢，就告一段落了。那今天晚上可以在腾讯视频观看我们的《你给我的喜欢》，明天我们会有讨论活动。后天会有点映礼活动，然后我们会持续的和大家一起把你给我的喜欢追完。我们明天早都有直播吗应该有吧？？OK，有直播的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
该吃饭的吃饭，该追剧的追剧。不是跟你拜拜，我跟大家拜拜。啊，你不来吗？你不来找我吗？我忙完再说吧，啊，我有好堆事儿，喂，，OK，OK，OK，私聊私聊私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